落嚟咧，就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啦，系最佳男主角奖。咁首先咧，邀请我哋颁奖嘉宾胡枫出场。粤乡下出嚟啊！收哥喺粤语片时代已经系观众心目中嘅最佳男主角。系你，佢所演出过嘅角色真系千变万化噶。佢唔单止演技精湛，仲有武王收之称添，系大 show 嘅台柱。佢嘅魄力值得大家敬佩，可以讲系我哋 TVB 嘅镇台之宝。一个好嘢，阿修哥啊，咁你有啲咩说话带俾啲后辈咧？冇啊，冇，系真系冇啊，多少都有啲啩，真系冇啊。点解咧？一句勉励嘅说话都冇。嗱咁嘅。嗱，俾個牌俾我。哦，一個帽子。係啦，咁我咧就需要支筆。啊，冇錯啦。每一個人咧都係由冇開始嘅。不過咁樣，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啊，如果係付出嘅，一定有好嘅代價嘅。啊，所以咧嚇，由冇到有。啊，好嘢喎！都係靠自己，靠努力，同埋唔好自滿。好啊，多謝修哥。咁而家我哋睇下候選名單先，好唔好啊？總共咧亦都有五位入選噶噃，睇睇先。最佳男主角獎最後五強包括：羅家良，《天地豪情》。我應承過你，冇一條命都唔可以冇一條鏈噶嘛。我攞你條鏈咧，本係我自己手風順啲，講過一定算數噶。歐陽震華，《陀槍師姐》。後邊為咗啲觀眾，佢咪又翻返出嚟唱。邊個話佢哋啫？我要做山口百惠啊！山口百惠過期噶啦，你唔好咁老土啦！你老公唔會翻嚟噶啦，就算佢翻嚟，你都等到落廁所沖咗過去啦！呢咁嘅人要嚟做咩啫？林寶兒，妙手人心，係多得好緊要，忍咗足足十年。如果以前有人制止我，我唔會嘥十年時間做一啲令自己後悔嘅嘢。吳啟華，妙手人心。我早就知道你会醒翻嘅。古天乐，美味天王。喂，唔得，我冇事啊嘛，关你咩事啊？好啦，修哥，麻烦你啦，唔该，揭晓啦。好。系阿一哥个仔啊，罗家良。嘉良，你做得咁好，應得嘅，多謝曬，恭喜你啊！你講翻幾句啦，好嗎 ？Thank you。收哥，仲有呢個啊？哇！你可以得到啦，呢個獎座之外咧，仲有25,000元嘅獎品，另外咧仲有金像一座，價值200,000嘅。係，恭喜曬！多謝曬，多謝曬。好開心，都係 TVB 頒呢個獎俾我。最重要咧就係我諗，仲要多謝係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天地豪情裏面嘅阿監製阿戚，多謝曬。恭喜，繼續努力，繼續努力。多謝。係。Thank you。好啦，咁啊，亦都唔該曬收哥嘅。好嘅。係，咁啊，跟住落嚟時間啦，我哋交翻俾志偉啦。佢又同我哋玩遊戲噃，志偉交俾你。環節咧就喺呢個戲劇組裏邊咧，選出一個勝優勝者咯。究竟係邊個咧？我而家想請女士嘅呢邊，男人嘅拍埋場。男左女右企埋一邊，男左女右攞張身份證出嚟啊！攞身份證出嚟啊！舉高雙手，拍埋一邊。係啦，唔係士兵嚟。超齡嘅呢邊，超齡嘅女士呢邊。係係，呢個要小心啲，慢慢少少。你慢慢行啊！你係女士，你係女士，你係男士咩？好，你哋拍個代表出嚟，拍個代表，拍個代表。做咩笑成？男士拍個代表，拍個代表。OK。男士派個代表出嚟，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嘉良，成日好低調嘅啫。腰有兩個信封，有一個信封裏邊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我哋有個台嘅 logo 啦，有台 logo 咧就萬事都有啦，就可以唔使攞獎品啦。冇嘅話咧就攞獎品。即係冇 logo 就着數啊！一、二、三，攞，關乎你哋噶。坐，你有 logo 嘅，是咧就請翻埋去坐。
剩翻男士喺度。男士有機會攞大獎啦，今次。係啦，女士係咪冇獎啦？可以坐啊。好啦，而家男士有幾多人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個。三個爭六。攞六張凳，六張凳，六張凳。六張凳已經喺度。六張凳係咪？喺度。喺裏邊攞六張凳出嚟。幾多張？六張，六張。六張，一人兩張。一人兩張。嚟攞曬，攞曬出嚟，攞曬出嚟，快啲！好啦，係啦，爭凳仔啊，有冇睇過掌門人啊？冇睇過嗰啲咧，好啦，由十三人爭六張凳仔 ，OK， 好，嚟預備，嚟圍個圈先，圍住圍住先，圍個圈先，六張就得六張咋，好嚟預備，準備，順時鐘順時鐘，大家圍大啲個圈，預備開始。音樂，音樂，開始，行。And you love me， 行啊行啊，行啊，大啲。哇！終於開始，繼續。痛小心失意。哇！好啊，快喐，走一個，走兩個。走三個，波比先，李仲賢唔好意思啦，波比先，好，冇嗰啲行開先，冇嗰啲行開先，古仔有嘅，古仔有冇啊？古仔冇啊，好，嗱，而家爭古仔，吳啟華同埋阿安仔咧就要分開啦。好啦，古仔而家剩翻六個啦，剩翻六個 ，OK， 好啦，麻煩你將自己張凳拉前一步，將自己凳拉前一步，如果凳下邊有個 logo 嘅咧，就可以出線啦。好，家輝有，家輝有，有嘅請舉手，有嘅請舉手。好啦，呢邊兩個，嗰邊兩個，呢四位繼續可以玩落去，嚟嚟，好，犀利啊！好，掌門人，我宣布啲嘢先，好唔好啊？過嚟呢邊。咁頭先咧入唔到圍嗰啲咧都可以得到咧，每人都可以得到總值12,500元嘅名貴獎品嘅。大家請進呢度，請進呢度。二四位請過嚟呢邊，啟華。好啦，進入最後嘅直路啦。好啦，喺你面前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辣嘅面。唯一一個完全唔靠運氣，係完全係靠你自己嘅實力同埋靠演技嘅，係就係一個非常辣嘅辣面，但係要食到好好食，一啲唔辣嘅表情，表情最好嘅，等觀眾嘅掌聲咧係判斷你就可以出線啦。我相信對一段嚟講冇問題嘅，個個都演技派。請大家就座，好坐低先，面前啲碗，各位請就座。啟華就醒目啦。先飲杯奶打底先，飲為敬啊！啟華就，我杯奶都有辣椒油喺度嘅，你講叫辣椒奶啊嘛，非常辣啊！加辣啊！請開始，開始，一齊食都要食曬噶啦，點都要要做一個唔辣嘅樣啊！食曬，冇錯啦，開始。張家輝嗰個咧，好似係一個撈面嚟噶，結曬噶，冇事喎。嗰碗咧越嚟越好味喎，食完之後頭髮都生多啲啊！係啦 ，Bobby 係要做好好味啊！你唔好誤會啊！嗱，郭俊安咧，哇，食到幾滋味啊！阿啟華一樣都係好開心咁樣啊！啟華嗰啲味蕾已經壞曬啦！好好味，你做咩要送水啊？好好味，你做咩要送水啊 ？Bobby， 你做咩流眼淚啊？送水啊！好好味啊！我逐啖去品嚐啊！好啦，費啲氣都唔錯啊！哦，幾好嘅喎！好啊，好啊，安仔，安仔感受如何啊？我覺得安仔做得幾好嘅，直頭好犀利啊！聲都變埋係嘛？好開心啊！直頭講唔到，但係啲表情都係好寬容嘅。但係啟華嗰邊好似真係好味。我唔食得辣㗎，但係唔知點解呢碗咁好味啊？係唔係喎？依啲對白真係自己諗嘅。好啦，我覺得咧，大家都食得唔錯。好，大大啖，最後一啖，用呢一啖，萬嘅跟一齊，一啖嘅表情。我覺得代表咗你嘅演技，請大家用個匙羹不得夠，係用得夠，一啖大啖嘅食一啖落去，準備一、二、三、四，俾個好味嘅表情睇下唔該，慢慢威，慢慢威，嚟嚟嚟，好味嗎？俾人睇下你個樣，大家覺得佢哋嘅演技點樣啊？冇錯，其實四個人嘅演技都好，的確係非常之難分。咁咧，其實喺個碗底度已經黏咗個有 logo 嘅優勝者啦。大家，嘉輝直接攞翻獎，你肥啩？OK， 大家請下邊個？直接睇下個碗底，食碗面反碗底有冇？張嘉輝有冇？倒轉佢，調轉佢，倒曬啲面。倒曬啲面，安仔，郭俊安，好嘅，全部冇安仔係嘛？
結果咧，我哋三組嘅優勝者咧就係安仔。安仔 ，OK。咁啊，安仔就可以進入我哋最後一個環節。係啊，開鎖匙啊，開鎖匙啊嚇！子峰啊，今晚啊同大家玩咗成晚嘅台慶密碼巨獎啦噃，而家應該到提供解碼方法。係啦，我相信啲家庭觀眾已經寫低曬四個號碼噶啦嚇，咁但係到底解碼器喺邊度咧？嗱，就喺呢三個信封度啦。就有解碼方程式，唔好咁啦，我哋請黎太幫我哋抽一封啦，好唔好啊？黎太，麻煩黎太。係，唔該。好啦，咁我哋睇睇個解碼程式先，係西西，咁啊聽實啦噃，各位家庭觀眾。啊，細個意思咧，即係話全晚出現過嘅四個 number 裏邊，數目最細嘅 number 就係我哋嘅正確台慶密碼啦。哇！我哋台慶巨獎啦，一浪接一浪，嗰邊又有巨獎啦，過去睇下先。係啊，係啊，好啊，睇睇先。係啊，而家就係台慶巨獎開鎖匙啊！咁啊，三個優勝者已經喺曬度啦嚇。佢哋就包括陳燕行啦、黃文彪同埋郭俊安嘅。嗱，喺你哋玩呢個遊戲之前，我照例咧就問每位咧一條問題，好簡單嘅啫。一定要嘅呢個。第一位問你啦，今晚榮獲最佳女主角嘅係邊一位？蔡少芬。OK， 好，合格。好啦，黃明彪，我問你啦，今年係 TVB 幾多周年嘅台慶啊？31，冇錯，冇錯。郭俊安，今晚呢條最難啊，呢條最難啊，係好難啊！榮獲最佳男主角係邊位啊？羅蘭。好友羅嘉良。哎，好嘅。咁三位可以玩呢個遊戲啦。抽個次序，抽次序啦。OK， 好啦，燕行咧就一啦，你第二。好，調一調位，調一調位，唔該兩位。嗱，順咗次序之後，我亦都要講講獎品啦嚇，聽實喎，就係順德碧桂園送出嘅花園洋房一套啊，連埋裝修及會籍總值係港幣50萬啊。頭獎嚟嘅嚇。另外仲有咧就係環宇汽車有限公司送出30 Gallant VR4 房車一部，價值港幣38.8萬。好啦，咁啊第三咧。好啦，咁啊，就算開到樓咧，你就仲可以得到港幣100,000添。咁啊，就算乜嘢都開唔到咧，都會有名錶一對，價值係127,000蚊嘅。犀利啦！犀利啦！犀利啦！好啦，開始啦！開始啦！好唔好啊？有規矩要講，有規矩要講。係啊，嗱，呢度有4條車匙，有6條門匙，咁其中有一條車匙係真，有一條門匙係真㗎啦。咁譬如話1號陳燕恆揀咗要車嘅，咁但係咧就唔係你揀鎖匙喎，係郭俊安2號幫你揀鎖匙㗎喎嚇。咁如此類推，邊個中咗先咧，就唔可以繼續玩㗎，就另外嗰兩個咧就可以繼續玩埋另外嗰份獎品嘅。好清楚，好清楚啦。好啦，燕恆，你揀咩啊？車定係樓？樓。嗰邊。好啦，咁啊，郭俊安咧就幫佢揀鎖匙啦。揀個開鎖匙啦，睇下得唔得啦啊！仲有10萬現金噶喎，係啊，哇！一擊即中啊，一擊女士啊，好嘢！個安仔都好有，好呀，好有嘢。咁啊，由於你咧抽到洋樓啦，咁啊剩翻兩位男士咧就去競爭呢部汽車啦嚇。好啦，安仔汽車啦，咁啊。首先咧，第二號係邊位？阿彪哥幫佢抽啦，彪哥幫佢揀鎖匙啊。好啦，哇，會唔會有一擊即中啊？安仔試下車匙啦，嘛。郭俊安，向左邊喎嚇，左邊。向左。哇！哎喂，剩翻落嚟1/3機會啦！得啦，你可以翻埋嚟多次喎，得啊！好啦，你幫我安揀啦，你又冇安仔揀啦，郭俊安啊，四號，祝你好運，向左邊。佢幫你揀鎖匙，佢幫你揀嘅喎。咁啊，彪哥唔使失望，你都可以得到咧一對名貴手錶嘅嚇，因為你都幫我哋揀鎖匙噶嘛，係嘛？哇，好開心，好開心！係啊，哇，我哋嗰邊都好多同事好熱鬧啊，交俾阿 Bobby 同埋向海南先啦，好唔好啊？係啦，而家就會有一個切蛋糕嘅儀式嘅。
安仔康姐，恭喜你哋啊！真係恭喜你哋啊！一個有車，一個有樓，有嘢，送曬出去攞。好啦，而家咧真係要切蛋糕嘞噃嚇。咁我哋都有請咧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李夏和夫人啦，同埋邵爵士一齊咧為我哋主持一個切蛋糕嘅儀式嘅。咁啊呢度咧亦都要再一次多謝曬咧演藝學院派出三位小朋友咧同我哋咧協助我哋跳舞嗰部分嘅。更多更豐富更精彩的節目，一直跨越二千年。好啦，我哋大家一齊飲杯啦嘛。咁今晚嘅節目咧咁成功咧，就除咗咧靠台前幕後嘅一班工作人員之外咧，仲有就係 TVB 嘅舞蹈組啦，同埋動作特技組噶。多謝曬你哋，辛苦曬。再一次恭喜曬所有得獎嘅男女主角啊！嚇，大躍進獎嘅朋友，恭喜曬咁多位嘅喎！嚇，希望你繼續努力，亦都希望咧佢哋繼續努力啦，拍多啲好戲嚟滿足觀眾嘅要求啊！同時希望各位觀眾繼續支持我哋 TVB 嘅節目，多謝曬，多謝，入杯，多謝，入杯！哇，今日真係高興啊！哇！